错，你们在我英明的领导之下，演技越来越进步了。那当然，导演，你看我这俊俏的脸庞，这是当然的啦。客套话而已，你还当真？不，导演，我这张俊俏的脸庞可是常常让我招人妒忌呀。哦，所以你常常招忌哦。没错。所以我都学了一两招功夫防身，来保护我这俊俏的脸庞。也对，我长得那么俊俏，也需要学个一两招功夫防身啊。我也蛮常招忌的哦。那好，我的师徒们，他们男的美，女的帅，他们也常常招忌，但是他们都身怀绝技，那我就请他们出来教你几招好了。好。那我们欢迎陈道跆拳道社。后部导演，请留步。又有什么事啊？刚刚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唱歌，我唱的也不错，你要不要听听看？为什么我要听你唱歌呢？因为我的唱歌的歌声会变成女生的。变女生？没错。唱来听听好了。好，就让我唱一首《当你孤单》，你会想起谁？给你们听好了，听好哦。你的心情正在飞，什么事都想去追，想抓住一点安慰。你总是习惯在人群中徘徊，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。导演，您听，是不是有如天籁般的美妙？那个什么声音啊，我不想听了，我不想听了。这个是一个臃肿的女性声音。大家应该坐累了吧？我们带大家做一点暖身运动，我们就先带来一个简单的行场。简单的行场有多简单呢？就帮大家活动活动筋。OK， 圆形准备姿势，预备。连续动作开始。哎，小妹妹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过来跟哥哥一起来看表演啊！跆拳社的出来，我们一起看他们表演好不好？看哥哥和姐姐表演。来，陪哥哥看叔叔和妈妈表演好不好？运动，而且表演中只要有小孩，我们都要提予以解决的方法。来，乖，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他。接下来我们女生的起步动作，下方旋踢中端，转身后踢，跆拳的脚法十分多变，而且注重脚法运动。这时候要有一点掌声啊！表演好不好？好，那叔叔和哥哥表演。对，跆拳除了脚步运动，我们手部也是可以的。我们号称金刚飞拳的，不然为什么叫跆拳？正拳、逆拳、手刀、逆手刀，会不会痛？不会痛。没有问题的。接下来动作太多了，我还是拿小抄好了。精彩的是我们团体击破动作，我们平常热身都靠它，跳前踢。是不是要清脆的掌声配合木板的掌声？虽然这些我都会做，但是我打嘴炮比较强。做完之后，我们要做一些连续动作的击破动作。这些动作会比较困难一点。
点点，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转身旋踢或转身旋踢的，非常漂亮。叔叔有练过，小孩子不要学哦，好不好？长大一点就会哦。滑步旋踢，出发，好踢，有货，我们心中相信。腿吗？灌手，手指力量都要灌到手上，才可以把木板击破。没破头锤哦。接下来看了那么多精彩击破，你一定很想知道跆拳在日常生活有什么用。我们来一个假设题，情境题。假设，欧耶！假设我们的木板有。最强的力量的踢法是侧踢，我们认为大腿力量是最强的，所以跆拳出动脚，飞跃侧踢。你们排得这么快，鼓掌声这么久，来不及讲话。好，我们假设一些遇到情境题，有一对情侣走了过来，我们姑且叫他电车男与爱马仕。你学会跆拳，你可以打不良少年，或者被不良少年打。还好女生也可以学跆拳。你们以为学超人就可以打赢他吗？自相残杀，还太嫩，想必是抓奶龙抓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经过，我们姑且叫它龙卷风就好了，或者是电风扇。电风扇是风力比较小的时候。会，电风扇还是龙卷风呢？强风，龙卷风，没有掌声，会被木板打到。简单的脚步击破动作，大家又看腻，我们再换手。手有什么呢？当然有我们的手刀。你是在练手的哦，不会痛，有点痛，有伤片哦，想必是铁头功。我们大力金刚脚看腻了，我们来一点铁头功嘛，简单简单。越高吗？那你应该跳不高啊。哦，你想做什么？看到这个，我只想说，你卡住，你有加分 Q 哦，你卡住，你卡住，你卡住。哦，这位可是我们的社长大人啊，还要带回来什么样的动作？据说他要对每一位新生进行特别辅导。学到跟他一样厉害才可以毕业。360跳跃圈。接下来我们要为跆拳社介绍一个空中追击的踢法。朱木炎都是靠这招去追别人的。不是追你朋友的追，好不好？没有一点笑声我会很难过。酷哦，飞跃侧踢哦，这招叫飞跃侧踢，你有跳吗？还好有侧踢。好，一个是我立定跳远的侧踢的踢法，两个我还是随便跳。你以为主持人在这里是练假的吗？就是因为这些太简单了，所以
想说什么？这个，对不起，太松了，还没有事。哦，七个人可不可能呢？想到小黑都可以飞，我可是小黑的，我可以摔倒。声音我就吹给你们看，我们是小黑，要叫小黑，你们声音我听到了，我知道使出必杀技了，这招叫做必杀，退两步好了，有点远，必杀超猛。星期一、三、五，没有七九，七九九七九是人家的电话号码。对，然后我们的练习地点就在隔壁，隔壁有一个活动中心，地下室下楼梯左转就可以看到辛苦练习的我们，没有错。那么你一定要来哦，被尤其是被木掌砸动的人，你是被上天所选中的。好，我们谢谢大家，李正。